这个是柠檬的花，柠檬要开花，这个花苞是这样的。现在还没有过呢，农历的新年呢，农历的12月16号，尾牙，种菜种田呢，种水果的人要拜土地公、好兄弟，三炷香拜，拜到一半再烧第二次的三炷香，又拜到一半，然后要烧大白金，有黑红色纸这个符啊，要给土地公的，然后。哦，九斤高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那个九斤是黑的，那个纸好像也是金色的呢。啊，黑的金黄色的，然后九斤是要烧给好兄弟补的，拜土地公，拜可能也有拜水神、草木神、山神、土、水神、草木神哈。来拜土地公，哦，有个那个太太说她有拜土地公的，她种没几颗番茄，年收300斤呢，她很高兴，所以她每年都要拜，每年都要拜那个土地公呢，每年农历12月16号尾啊，有的大概11点多就来拜，有的大概12点左右来拜，有的下午1点多以后。就是说有吃过饭以后来拜，哦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柠檬呢，这柠檬开这个花也很美呢，你看这个花苞也很美，这柠檬竟然是，还没有春天哦，一进来，这个花苞啊那有开花呢，开花原来柠檬的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